truck like. Ooh.
您的就是理想和向往也是做模特这一行？啊，其实不是，我是高一的下半学期，差不多高二上学期的时候，参加了世界杯中国宝贝，然后当时在一个市里面拿了奖，但是我之前不是学这个专业的，我学了11年的音乐教育。主修，也就是说我是主修钢琴和男声乐。就您主修是音乐，就是艺术方面的是吧？对，所以说我是突然跳到这个模特行业，我是一个从什么都不会，就是慢慢的自己走。但是我因为我是每届车展我都开，我觉得您的无论是形体语言还是那个面部表情还有眼神很到位，都已经是一个很就是很专业的一个车模了。那之前是有特别经过训练，还是模特公司给你训练，还是你自己在家里练出来？这个其实没有，是因为可能表情这块是因为我之前是平面模特，就是也就是说我在做车模的之前我是平面模特，所以就是对于身体啊动作啊这一块会比较自在。那你从小的理想，你的愿望是做什么的？其实我从小的理想是做音乐老师，然后之前是打算去音乐学。